播那句话，我只说了前半句。现在，我要将那句话完完整整地告诉你。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胖女孩做朋友，但我陆博言就是喜欢。苏简安，我喜欢你。给我，你给我。选择植物的方向我都清楚了，放心吧。那辛苦你了，少凯。还有，你和陆总的事儿，记得找时间跟他好好聊一聊。嗯，好啦，我迟到了。我先走了。嗯，加油。嗯，拜拜。据传，陆博言和苏简安已经发生婚变，韩若曦重新回到陆氏传媒，并且两人又共同出席了韩若曦小姐的钻戒代言活动。来，看一下这里。韩若曦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终于历经波折破镜重圆，终成眷属，甚至有传言两人已经重新商定订婚事宜。我要吃小龙虾。我给你剥。哎，你合作谈得怎么样了？我凯少处嘛，有失手过吗？哦，这不这几天就要开机了吗？你们俩拎着行李箱这是要去哪儿？别提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难不成你们想这么无声无息的就走了？简和康总知道吗？你就别为难我们了，这部戏我们不敢做了。不就是筹备的时间久了点吗？你们还有没有点责任心啊？我也不是故意要走，可是陆总那边说了，谁要是在这个剧组工作的话就要被封杀，我不能因为这一部戏把我的职业生涯搭进去啊。陆总。哎，等一下，回来啊，别走啊。什么情况？可能啊，这个陆博言，他居然做出这么卑劣的事情，这么快就跟。